在场所有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正博，博哥你好，在里面是演飙车族的头头啊，小韩你好，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韩。小韩你在里面演的角色，你要跟大家说一下。其实我这次的角色，等一下看电影的话，大家会发现可能才出现大概5秒钟的时间。可是当初导演他说服我演这个角色，是说因为在《玩命关头》里面，我的这个角色其实是妻夫木聪演的。哦呦，对，就是对了，发号施令那个人，所以他就说：“哎，你来客串一下，应该会很好玩。”对，两位其实在里面只要看到飙车那一段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所以大家等一下进电影院可以再认真的欣赏一下两位的表现，谢谢，谢谢，请坐。